串流平台自制的韩国影集《鱿鱼游戏》红遍全球，第二季也如观众所愿，确定会开拍。导演黄东赫最近在受访时透露重大讯息，可能会让饰演江晓的郑好娟再度回归。导演黄东赫表示，他知道观众们对于江晓的死亡感到遗憾，因此考虑在第二季出现江晓的双胞胎姐妹，让郑好娟回归鱿鱼团队。在一旁一起受访的郑好娟听了也笑着回应，看来在第二季可能会改变发色，或是可能要动整形手术。저는실제그게임장안의공간과거의흡사한분위기를연출해주는게배우들이진짜그안에서뭔가하는것같은느낌을더到底下一季进度如何？导演坦言，第二季还在开会，还在等待更帅气的游戏关卡，因此还没开始动笔写剧本。看来影迷们要再耐心等待一下喽。